中，沉默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繁雾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做盖棺，火葬渐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到是恶好。每夜散落残忍，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心已勾破断魂。欢迎收看今集的灵异村啦！今日天气热了很多啦，即刻哇可以着短袖衫爽。我上一集咧就见到有新嚟的朋友仔啦，咁啊打落咗招呼啦，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啊通常咧我哋咧节目一开始咧就非常珍惜我哋的时间嘅，就已经咧就直接咧就开始就喺度讲呢个鬼故噶啦嘛。嗱，今集咧有啲特别嘅，咁因为咧我发觉咧其实咧除咗鬼故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传闻啊或者啲新闻上面有啲嘢咧原来都好鲜为人知嘅喎、哦，嗱，铁达尼号啦，咁又讲啦，咁啊放心，唔系讲翻嗰啲新嘢，就原来咧想当年铁达尼号咧系有香港人乘搭嘅、哦，即系我哋而家咧就知道嗰、那个有好多遊輪啦，咁啊當然啦，世界各地即係交通發達啦，但係想當年咧，咁原來咧去到鐵達尼號咧，居然都有香港人乘坐喎。嗱點解咁樣講咧？嗰陣時候咧，香港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港口咧，其實好多人係行船噶，但我冇諗到行到咁遠啊嚇！喺1912年咧，咁鐵達尼號啦，咁你知道佢沉沒咗噶啦，咁啊造成咗咧係1500人死亡。咁原來當時船上邊咧係有8個嚟自香港嘅華人船工。其中咧就有6個人咧大難不死，即係嗰個死亡率咁高，但係居然咧係有6個人咧係冇事啊！咁啊，成為咗咧少數嘅生還者之一。咁啊，事隔咗好多年之後咧，咁呢6個獲救嘅人咧，佢點解會俾人救咧？就一直都俾人存疑嘅，即係人哋都會諗啊，點解會救佢咧？因為嗱。即係咁樣講，因為想當年咧就要救咗啲老弱婦孺先，咁但係咁，因為啲救生艇咧你都需要一啲
船員在上面喂幫你拯救的，所以呢就係有啲人就話，有啲人就覺得咦點解有啲船員又冇死到，船長都死埋啦，點解咧？其實咧我又覺得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咧嗰班人佢係冇呢個常識噶嘛，咁你全部將佢只係掉曬落救生艇咧，咁佢都可能係即係照顧唔到佢哋嘅，咁一定其實每隻救生艇上面都要一兩個船員去接，即係去救人嘅幫手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嗱，千祈唔好咧諗得人咁衰，可能當時咧佢哋有豐富嘅經驗，好需要佢哋嘅。咁樣咧，其實咧最近咧，英國咧就有一個導演，咁佢咧就拍翻一條紀錄片出嚟，咁啊叫 The Six 啊。咁其實佢係走訪咧周圍去揾呢六個生還者嘅後代啊，還原翻咧就當年獲救嘅真相啦，就係咧因為咧好多時，因為當呢啲新聞知道，哦原來係有啲船員或者想當年咧啲人咧去。即係道德嗰啲叫咩？道德指控就係話點解鐵達尼號想當年係老弱婦孺走先？咁點解咧係會有其他人係冇事嘅咧？咁樣就指控佢哋。咁啊，於是咧就引起咗咧啲咧導演嘅興趣，因為咧其實美國咧或者英國呢啲國家咧其實好中意拍紀錄片，就去追訪翻個真相出嚟。咁就係想咧就睇下喂還翻佢哋公道啦。咁當時咧，佢哋根據資料咧，就走去採訪，咁啊揾呢八個中國人。咁啊，當時咧，佢哋就發覺咧，八個中國人裏邊咧，走甩即係生存活嘅咧係六個啫。咁啊，於是咧就將佢哋嘅登記名咧，就去揾。當時啊，佢哋嘅年齡係幾多歲咧？即係佢哋喺鐵達尼號嘅年齡咧，就分別咧係廿幾歲至到三十幾歲啫，即係全部都係好後生嘅。咁你又會話啦，咁嗰隻船去到咁遠，咁點解華人喺上邊咧就原來係咁嘅？啲船公司咧就為咗慳皮，就想揾咧。一啲華人嘅船員，咁啊，所以咧就係、是、當就招募咗，即係平嘅，原來貪平，所以點解咧就有華人嘅船員咧喺上面咧就工作啦。咁佢哋咧所住嘅咧全部都係三等艙，咁啊其實咧仲要咧揾到有一張係當時華人船員嘅相片添，咁我哋可以睇下啦，係啦。咁啊華人船員嘅相片，咁啊其中咧就係、是、呢六。個人咧係點樣生還嘅咧？個故事咧就係好多眾說紛雲嘅。咁透過呢個節目咧，佢哋咧就喺周圍去採訪，去揾出嗰個真相。咁啊，其中咧當時五個香港人咧就發現咧甲板上邊咧就有一隻好破爛嘅小船。咁啊，因為咧全部啲人已經係好亂嘅啦，去到鐵達尼號咧，佢沉船嗰陣時係撞開兩截咁滯嘅。其實咧原來咧佢哋發覺後屘咧係發覺。斷開了成九節，即其實斷開了很多很多 part， 但最主要大的兩節就斷開了，咁就兩個幾鐘頭，好快就著咁就沉曬落去啦。咁啊，所以上邊咧咁多人，咁啊梗係好混亂啦。咁啊揾翻佢哋嘅時候咧，就想揾佢哋嗰個真相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當時咧佢哋就發現咧甲板上面咧著仲有一隻爛咗嘅船。咁啊，因為咧啲人咧就好驚慌啊，走嚟走去，咁佢哋係嘗試想救人嘅，但係咧。即係太驚啊，亂啦，走嚟走去啦，咁啊變咗咧，呢五個人就話：，咁亂咧，佢哋走嚟走去，不如咁啦，我哋先咧就將呢隻船咧放咗落海先，係啦，即係你要救人咧喺個船上面，咿哇阿賓叫狗咁都唔係辦法，咁啊於是咧就救咗佢哋，即係整個船落咗海先，跟住然後咧放咗船落海之後咧，就慢慢咧就上船就想救人啦咁。咁啊，最後咧，好幸運地咧，呢隻船咧就係咧係都係獲救嘅，即係落咗海啦，平安無事。因為其實嗰隻船都係爛嘅。咁但係咧，另外一個香港人咧落水嘅時候咧，啱啱啊身邊咧就有塊甲板啊。咁因為其實嗰隻船係有細有爛啦，可能當時有太多人啦。咁而嗰個人咧就係抱住呢一塊板，呢塊甲板咧就浮住咧。最後咧都係獲救嘅，咁好似阿 Jack 個故事啦，攬住塊板，即係阿 Rosemary 嗰個故事啦，咁佢攬住塊板啦。不過咁，佢哋獲救咗之後咧，佢哋咧就係被送到咧，即係佢哋一救翻咧就唔係即刻送佢翻嚟，咁佢哋一救翻咧就係送到一個咧叫做達爾利斯嘅島上邊，然後咧就再送去美國紐約嘅，即係咧好轉接嘅，唔係即刻送佢哋翻嚟噶。咁啊，美國咧就有排華法案嘅，六個咧。
生存的香港人咧，當時咧係唔俾入境嘅，唔俾入美國。咁啊，直至到咧佢哋咧就滯留到第二日，就由一艘咧去古巴嘅船咧，咁佢哋坐呢個古巴嘅船咧就離開咗啦。自此之後咧，就音訊全無，即係呢六個人去咗古巴之後咧就音訊全無。咁後世咧對佢哋嘅認知就係得咁多嘅啫，因為都揾唔到佢哋啦。咁啊，至於呢六個人咧，點樣去真真正正獲救啦？喺當時實質裏邊種種嘅詳細情況咧，其實咧全部後來咧都係由人哋揣測嘅。咁仲有啦，當時佢哋周圍走訪嘅時候咧，就去喂咁我揾佢哋啲後代咪得咯。咁啊，盛傳咧佢哋咧喺西方咧就有啲後代嘅，咁啊嘗試去揾佢哋睇下訪問到啲咩啦咁。咁就佢哋咧就話喎，盛傳咧佢哋咧當時咧就係、是、嗱啲傳聞就梗係好衰嘅啦，梗係想話鬼嚟噶啦，就話咧佢哋咧就同啲細路同埋婦女爭位，咁啊上到船之後咧咁就。因為他們可能即係細粒啲啦，華人啊嘛，咁啊爭位啊，就俾佢哋成功爭到，所以先生還嘅。咁嗱，呢一樣嘢咧有待商榷嘅。點解咧？因為以前個年代就排斥啲華人嘅。咁如果你係男士仲要生還嘅，咁就當然就指控你啦。咁仲有咧，好多外國人咧。就對佢，即係對呢幾個生還者咧嘅後世咧，都留有一啲侮辱性嘅語言咧，侵害佢哋嘅。嗱，對於嗰陣時，對於我哋而家嚟講咧，當然係種族歧視啦。嗱，嗰陣時咧，對佢哋嘅攻擊咧都好犀利嘅。咁啊後尾咧就引起咗咧即係呢個導演，即係拍攝呢個戲嘅導演咧，即係想還原真相呢個導演咧，就有一個興趣，就係、是、想睇下。其實呢六個咧已經被人送咗古巴失咗蹤嘅，還被人遺忘咗嘅華人，其實究竟佢哋係咪真係當年貪生怕死咧？係咪定係一話即係排華冤枉咗佢哋咧咁嘅？咁啊，雖然咧，因為佢哋過咗去嗰度之後咧，音訊全無。嗱呢一樣嘢咧係好平常嘅。我依家聽到就好神奇啦，但喺想當年咧，好多人行船啦，或者出咗去做苦工啦，賣咗豬仔之後咧，喺外國咧佢翻唔到嚟嘅。第一咧冇錢啦，第二咧就係咧你入咗境佢又唔俾你出境，你冇身份嘅，你喺嗰度唔知做咩，變咗非法移民咁噶。咁所以變咗咧就係佢哋已經同屋企人斷曬聯絡。想當年咧有好多呢啲人嘅，咁啊。好啦，咁啊揾唔到佢哋啦，咁啊最終咧就依家咧，雖然就話拍攝咗一個特輯，就想揾翻個真相，但係到最後咧，的確嘅真相係點就唔知道，但係咧就有一個咧好特別嘅趣聞，就係、是、原來咧，鐵達尼號上面去到咁遠都有六個生還嘅香港人，想當年，咁啊問依家嘅依家啦。就日前喺2000幾年咧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咧西方嘅女士，咁佢已經八九十歲就過咗身，咁佢就係想當年鐵達尼號最後一個嘅生還者嚟嘅，因為呢件事已經好多年前啦嚇，咁啊所以依家六個人係生係死都唔知噶，咁啊但係咧就所以就好可惜啦，因為咧如果西方嗰一個乘客咁佢已經係最後一個過身啦嚇。其他六個揾唔到啦，咁即係當冇先啦。咁其實即係話咧，鐵達尼號當時見證嘅人物咧，就大部分都唔喺度噶啦，冇曬噶啦。咁啊，所以咧就係呢件事咧，除咗我哋想當年睇好震撼嘅電影好出名之外啦，我又講過一啲關於鐵達尼號嘅傳說啦，曾經有個小説啊，好吻合啦，一啲預言啦之外咧，啊原來咧。就仲有幾個香港人嘅，咁啊好啦，另外咧一樣嘢啦，就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嘅，就係、是、關於一啲打坐嘅趣聞。嗱，最近咧就係、是、有即係有人咧就話啊，可以喺口罩度加持就防呢個瘟疫啦。咁甚至乎又話唔知點樣屬咩冇咁易防，又冇咁易患病啦咁。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咦，好似呢個就～因為玄學呢樣嘢我就唔係太想講，但係喺我哋靈異圈度啦，咁有冇啲西方嘅科學大靈異啲嘅嘢咧？可以講下嘅咧有喎、啊。因為經過科學實驗顯示咧，一啲修行者嘅能量咧係好過好多人嘅。嗱，點解我咁樣講咧？咁首先咧，我就準備咗呢、這個係啦呢、這個圖，你一睇係咪熟啊？因為能量七色圖啊，其實咧原來係咁嘅。我係除咗中國氣功啦，練呢個七色輪啦，即係西方啦，
通常咧都係罩咗一個好神秘嘅面紗嘅，練功啊，點練啊，呢樣嗰樣係咪？嗱，原來咧從醫學上邊咧就有一個好難以理解嘅解釋嘅，因為咧就最近咧就有啲科學家咧就係、是、你知而家咧用啲相機可以影低能量啦，或者用磁場可以測啦，就去揾呢一啲咧中意修練嘅人咧。測佢哋咧就數以千計個，就去攞佢哋啲能量。咁呢個報告咧，嗰班人咧其實都做咗好耐噶啦。咁佢係隨住而家嘅科技發展得好啦，咁嗰啲儀器勁啦，咁佢哋咧就探究個磁場係咪真係會有影響咧？咁由1998年咧，當時開始咧就有一啲咧。北京有一啲科學家啦，就連同一啲美國嘅科學家咧，就一齊互相交流啦，就展開研究。咁佢哋發覺咧，原來練呢啲嘅修行修練者咧，佢哋咧發出嘅聲波咧，係比一般人咧係多出咧100至1000倍嚇。咁啊，100至1000倍個 range 咁大，就睇睇你功力啦，係咪？如果年老患病嘅人咧，當然啦，佢嘅次聲波咧就係非常之弱嘅。但係經過練咧修練氣功啦，或者佢修練啲打坐，即係平心靜氣，即係修練自己咧。咁佢係可以訓練高出佢依家5倍或以上嘅次聲波嘅，咁啊好勁抽喎！咁啊好啦，去到咧1988年啦，咁啊有一啲咧醫學院咧就得出咗一啲結論，咁佢就話咧呢一啲咧嘅報告咧將會咧喺世界咧即係做一啲世界嘅記錄，因為咧即係對身體健康有幫助嘅嘢啦。咁啊先講下啦，氣功咧係一種古老嘅修行方法。咁我哋其實咧氣功呢樣嘢咧就好多稱呼嘅，係啦，我西方都有唔同嘅稱呼。咁但係普遍嚟講，一講氣功，你明係咩啦？咁佢哋咧叫呢種咧修練咧，就係我哋講嘅打坐。嗱，我陣間咧講俾你聽，我以前其實有去過佛堂，放心，我冇武漢肺炎，呢個係我細個嘅時候，陣間分享啲俾你聽。嗱，一啲打坐嘅修練咧，咁其實原來經過好多人研究咧，就係能夠令到身體咧可以平心靜氣，但係釋放到更大嘅能量出嚟嘅。所以咧喺日本咧曾經發生過一個雪崩事件。喺日本咧，遇上呢個雪崩啦，困咗雪山咧係非常之多。只不過個個案係大與小啫。咁啊有一個人咧，佢上咗雪山之後咧。我已經做咗開聲練習先嚟嘅，都沙沙地嘅，因為我成日飲甜嘢食糖啊，真係太曳啦。咁樣咧，佢上咗雪山之後咧，就啱啱好咧就雪崩，咁啊同埋咧大風雪，咁就係咧嗰啲上到山頂呢啲交通就停咗。咁佢喺雪崩個位置咧，佢迷失咗路，佢唔識翻去咧，即係有營地嘅地方。咁佢當時咧就係咧係揾咗一個咧雪洞，即係自己掘咗一個雪洞啦，就將自己匿咗入去。咁啊，然後咧佢咧身上面個背囊咧剩翻嗰啲物資咧好少，但係佢咧就要等待救援。咁佢就有一支咧好長嘅蠟燭，咁佢咧就點住呢支蠟燭擺喺前邊。咁佢咧就靜心咧，就好似打坐咁樣咧，但係佢就望住個蠟燭，就唔好俾自己分神。咁啊，咁你會問啦，咁佢肚餓口渴咁點咧？咁佢就揦啲雪嚟食喎，真係陰功啊！原來咁咧，好容易令到你低温咧就會死嘅，即係低温會過低就會死。但係佢就唔知點樣咧，佢就話啦，當時咧佢望住呢點火咧，就幻想自己好熱，咁啊揦咗落口就融咗啲雪先吞，就估唔到咁樣咧，就俾佢咧等到幾日。熬到幾日喎？哇！你咁惡劣嘅環境，大佬好凍幾日，好甘噶嘛，就救到佢出嚟。咁啊，當時啲人就覺得好神奇啦！你過曬黃金幾多十小時噶啦，你應該死梗噶啦，以你嘅物資。咁就問佢點解會生存到？佢話咧就幸運地咧，就唔知點解咧，佢就買咗一嚿即係好靚好大嚿嘅蠟燭。咁佢咧就點住呢支蠟燭咧，佢就望住呢點火咧，佢就係一直幻想自己喺呢團火裏邊好熱啊！佢其實係打坐用嗰個冥想嘅方法，咁啊令到佢個身體嘅能量大增，咁啊暖和咗好多。咁仲有啦，就係佢食雪嘅時候咧，佢唔心急，佢唔係一泡過咧，嘣嘣聲咧將啲雪塞曬口，佢係慢慢溶解咗先吞，咁就令到佢身體咧就補充咗水分，係啦，咁佢就冇事到。嗱呢件事咧，俾我體驗咗一樣嘢咩咧？就是、我覺得打坐咧都係好有用嘅。好啦，繼續講翻呢個研究先。咁啊研究報告咧，就當然邊啲人打坐打得最多，
就跟一些喇嘛和尚咁啦。咁啊，所以咧就對佢哋嘅歷史文獻咧，就再一次咧就係去比較一下啦。根據啲歷史文獻咧，即係我哋啲歷史文獻啦，裏邊咧就發覺咧，打坐冥想咧，仲可以有助於咧對自己咧身體機能嘅控制嘅。人腦裏邊咧就有一個叫馬加射線，呢種頻呢種頻率咧係好高嘅，最重要咧係佢係腦電波之一。伽馬射線咧對唔住啊，我做一續先。呢種伽馬射線咧需要生產咧成千上萬嘅神經細胞咧先至可以係極高速嘅運作。咁啊，研究結果咧就係話啦，原來咧，當你冥想咧、打坐咧，係可以訓練到你個腦咧增加呢啲嘅伽馬射線嘅，即係腦電波又會勁啲啦，你嘅能量場又會勁啲啦。喺2002年咧，研究人員咧喺印度北部嘅西藏喇嘛亦都進行咗一個實驗，咁就係一個華氏40度，即係我哋攝氏4度嘅房間。我聽到華氏40度即刻以為好熱啊，其實都攝氏4度嘅啫。咁啊，著啲好單薄嘅衫，即係好似我頭先講雪山被困嗰個人咁樣啦。然後咧，仲要咧個膊頭咧，即係浸到落去膊頭咧，係浸一啲冷水裏邊，係啦，即係佢喺度打坐啦，浸嗰冷水咧到膊頭喎。咁樣咧就去研究下佢哋身體嘅變化，點知發覺咧佢哋咧並冇因為咁樣失温而死，更加咧係冇打冷震喎。正常嚟講咧，如果你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咧，你應該忍唔住滴滴震啦，如果我震死咗啦。但係咧佢哋係冇喎，而佢哋嘅身上邊咧係啦，當佢哋上翻水之後咧，將啲衣服一烘乾咧，馬上咧身體咧。即是恢復翻曬，係冇嘢噶。咁啊，研究人員咧就係、是、將佢哋咧就係、是、覺得哇好神奇啊！點解咧呢啲人咧可以咁耐力啊，咁犀利啊？咁啊，再研究咗佢哋就係話，如果即係將佢嗱，因為佢上到水嘅時候咧，個身體咧就烘乾咗啦。咁啊，如果咧唔烘乾佢哋咧，自然乾咧，就發覺佢哋嘅體温咧係回復得，都係回復得好快。用佢哋自己體温咧，都可以將啲衫咧烘乾嘅喎。咁即係證明咗震都唔震下。咁咧證明咗咧，佢哋嘅能量咧係控制得非常之好嘅。咁啊，可以話咧，修練裏邊咧有一個極高嘅境界啊。咁啊，喺呢個極高境界裏邊咧，我再分享少少俾你聽。咁啊喺我中學嘅階段啦，咁嗰陣時候咧就係、是、我有翻過啲教會嘅，咁當時屋企咧即係阿村媽咧就覺得咧，即係你咁細個咧，你去翻嗰啲基督教啊，其他其他乜教物教咧，咁即係人咧都要選擇多啲，學多啲嘢，咁佢就知道有啲 auntie 咧就翻啲佛堂，咁聽啲佛經道理咧都幾好，咁啊為咗呢個宗教自由啦，係咪？咁啊俾我選擇啦，就當時又帶下我去佛堂，即係我又帶你去睇下。即係你咁細個，你就去翻啲教會，咁當然都知道教會係導人向善啦。咁但係咧，不如我帶下你入去佛堂度睇下啦。咁當時咧，我就去啲佛堂嗰度。嗱，以前嘅佛堂就同而家咧，我諗係有啲分別嘅，因為以前嘅佛堂咧就冇咁多即係上面落嚟嘅人啦。咁以前嘅佛堂咧好 local 咧，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哋都係好 nice、好友善，同埋冇乜唔係好計較，亦都唔係話揾錢嗰啲，即係揾錢嗰啲咯。咁你食嗰餐齋。你只是給我齋錢，咁就好平嘅啫。咁我開始咧就講一啲佛經嘅道理啦，就係、是、想引啟發你去思想啦，個心咧善啲嘅。咁啊，當時咧佢就係、是有啲規矩啦，你又唔可以翹腳啊，咁係啦，類似咁上下嘢啦。開始就係同你講咧，第一堂咧就同你講咧打坐就係、是、修練啦。佢就話啦，喺你開始嘅時候咧，千祈唔好亂咁喺屋企裏邊自己嘗試打坐同埋修練，因為咧通常呢啲境界咧最容易咧你就會惹到鬼。哇！一嚟講鬼喎，啱曬啦。咁佢就好容易惹到一啲靈體啦、啲鬼魂咧就纏繞住你嘅。點解咧？原來當你打坐嘅時候，你唔識打坐咧，就好似咧就向佢哋下戰書咁。就叫他們來呢找你，是因為你又渣嘛，但你又嘗試去冥想，一個人呢在懸空的時候呢很容易呢就被他們侵入了你的，所以呢他是不建議呢你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呢就自己在家打坐的。那他們呢都建議如果你要打坐呢你就要來、一起，即是
一齊嘅集體嘅能量啊大啲啦，一齊咧有前輩咧睇住你咧就一齊咧，同埋導住你嘅，有啲佛經有啲嘢聽住嘅咁。咁啊打坐啦，佢嘅解釋啦。但係咧喺我哋嘅而家咧接觸嘅層面多咗咧，我哋發覺咧，其實我哋好多無形無色地咧冥想咗打坐咗，你都唔知嘅。點解咧？譬如你做完一啲瑜伽，如果啲正宗嗰啲教瑜伽嘅嗰啲堂咧，就會有個人咧做完瑜伽之後咧就會噔跟住按咁樣咧，嗰啲咧都係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咧進入呢個冥想啊靜心嘅狀態嘅，其實都係有嘅。咁啊，再有啦，西方啦，頭先有個七色輪嗰個打坐嗰個啦，其實咧嗰個七色輪咧，西方教你咧都係自己喺屋企裏邊打坐噶，甚至乎咧你而家上 YouTube 咧，你即係打呢個西方呢個七色輪呢個打坐咧，佢用埋啲音樂去導向你咧去諗諗嗰個七色輪，佢會教你七色輪咧咩輪就代表邊度，我都教過你哋啦，你repeat 翻嗰集都睇到啦，咩輪代表邊度啦。咁尤其是女士咧，最差咧就係啲咩咧？就係啲體温啊，最差就係子宮啊，即係M 痛啊，咪好多呢啲噶嘛。咁就佢會就話啦，你邊度差咧？你集中諗翻嗰個顏色嗰個輪嗰個位置咧，就打坐咧強化佢，諗嗰度好温暖啊咁樣。其實咧有好多人講翻出嚟咧，血液循環真係好咗嘅。咁所以咧就係各有家規啦，即係對於我嚟講打坐，即係你係佛堂嗰種又唔同啦，信佛嗰種又唔同啦。如果你西方七色輪又唔同啦，你如果係瑜伽嗰啲又唔同啦。總之咧就係家規各有，但係普遍嚟講咧，如果佢咁講嘅話咧，咁呢一種嘅修練咧，令到自己靜心啲咧，都係有利嘅，都係有益處嘅。尤其是嚇我哋依家咧個社會又壓力又大啦，揾食又艱難啦。咁好多時成日心煩，我見到好多人咧好燥底啊，成日發脾氣啦，唔開心啦，係咪？咁啊，所以如果你係啊，我呢排都想靜一靜，冷靜一下咧，你可以嘗試一下，即係啦，不如咁啦，修練一下呢啲啦。第一，困喺屋企嘅時候唔使咁悶啦，呢排都唔係好敢出街啦。第二，增強抵抗力，令到自己強啲喎。第三，咁啊當然啦，令到自己情緒各方面都好啲，咁啊對你哋都好嘅，咁啊所以我都幾贊同你哋去試下呢一個方法啦。咁啊，我哋靈異村嚟噶嘛，咁啊即係都有啲有益處嘅嘢嘅。好啦，今日咧就要講一個咧關於一個冥婚嘅鬼故。咁啊，呢個冥婚嘅鬼故咧，就係我好耐都冇講過冥婚啦。過往講嘅冥婚咧，大家聽嘅耳熟能詳咧，都會係啊，佢哋兩個都已經過咗身嘅，男同女方都過咗身。咁啊，男方或者女方各自家庭度報夢，然後咧嗌老豆老母，你去嗰度提親啦，娶我啦咁。今次呢一個冥婚故事咧，就非常之唔一樣啦。點解我咁講咧？呢個冥婚嘅故事咧，好特別嘅。等我開翻個資料先。呢、这個冥婚故事咧就叫做咧趙家千金，係啦，趙家千金。咁啊，想當年喺一啲咧以前咧古老習俗嗰啲嘅一啲傳說嘅一個冥婚故事嚟嘅。嗱，想當年咧就咁嘅，成條村都姓趙，成條村都姓陳，成條村都姓咩嘅，好興嘅，即係住埋一齊啊，同姓三分親啊，定係佢哋真係有親戚關係就唔知啦。當時咧有一條村咧就叫趙家村，咁啊趙家村咧就當然咧成條村都係姓趙啦，但係並不是全部人都係有血緣嘅。咁啊趙家村裏邊咧就有一個咧就土豪，又唔可以叫人土豪嘅，想當年只係即係有錢啦咁，有錢人家。但係呢個有錢人家咧佢係地主嚟嘅，佢就並即係大户人家有錢地主得嚟咧，呢個人咧。趙家老爺咧就好鬼冇品嘅，啊我叫佢趙家老爺先啦，咁大家明啦嚇，即係就明佢係呢個大户人家嘅老爺啦，好有錢佬啦。咁呢個老咁啊條村裏邊咧，雖然咧係大家同姓，但係咧貧富懸殊，當然亦都有農民啦，當然亦都有大户人家啦，當然即係唔同嘅人咩階層都有啊，但係咧都貧富懸殊嘅。咁就唯獨是咧。當時咧，趙家老爺咧就非常之有錢，係大户人家。趙家老爺咧，嘅屋企裏邊咧，亦都係非常之多人，大户人家嘛，非常之多人，妹仔啊，侄女，即係子侄啊，都非常之多。趙家老爺咧就是一個非常好色嘅，好色啦，又要面啦，野蠻嘅一個男人嚟嘅，大男人嚟嘅。佢當時咧就係咧有一個正室，正室咧就係一個鄉下女人。
咁啊，次房啦、三房啦，即係嗰啲妾啦嚇，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女士嘅。當然咧，亦都有啲咧係賣唱，有啲係妓女啦。好，究竟故事發展係點咧？呢、這個故事係非常精彩嘅。咁啊，轉頭翻嚟 part two 講埋佢。亲爱观众，是不是很想买《罗永恒灵异村》的节目呢？方法很简单，冷静啊，听住咯。首先你在我们的网址登入嚟，咁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咗之后你就要拣呢个嘅节目付费的方法。咁然后你在购买节目入边咧，只要拣我的节目啦，就是《罗永恒灵异村》三个月啦。唔好拣错喎，阿 Jam 话明是拣错咗，唔回水嘅。咁拣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啦。分别咧，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嘅。如果你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嘅话咧，咁基本上咧，你一买咗咧，就已经系即刻咧，直接咧就已经可以随时咧可以收听我哋付费部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用银行入数嘅话咧，咁你就要 send 翻你个入数字。俾我哋，咁我哋咧就会帮你开通噶啦，系咪好简单呢？咁仲唔即刻行动？